话说以前同大家介绍过位于深圳嘅 Live Fans Cafe 嗰时，香港系仲未有任何 Live Fans 嘅主题餐厅，所以当时深圳嗰间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系最容易去到嘅嗰一间嚟嘅。不过大家终于都唔使葡萄深圳人啦，梗系喺旧年年尾，香港都开咗一间 Live Fans 嘅主题餐厅。由于嗰次试过深圳嘅 Live Fans Cafe， 真系服到阿妈都唔认得。加上呢啲 Art Like 嘅餐厅通常都系服嘅，而嗰位朋友仔成日都话我净系识得带阿英去食好嘢，所以嗰日我就决定捉埋阿英过嚟试试呢一间嘢到底有几服啦。同 L 游记。不过要嚟呢一间嘢，正常情况下你系需要买一张坐底要成几嚿水嘅入场券。间佢其实系位于机场禁区，亦都因为咁，虽然佢嘅地理位置系位于香港，但系除非你系机场嘅工作人员，否则你系需要搭飞机离开香港先至食得到嘅。而佢嘅确实位置系喺中长客运廊度，因此过咗关之后系要落去搭无人驾驶列车，去到第二个站201-230闸口嗰一边。出到嚟之后会见到右前方有一间博斯尼，而呢间餐厅就系喺正博斯尼嘅楼上啦。呢间餐厅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啫，而且佢其实系同另外一间餐厅 The Fried Stack 签埋一齐，唔单止共用一个厨房，就连啲 staff 都系 share 嘅，所以入到嚟之后佢就会同时俾晒两间餐厅嘅 menu 俾你。作为一间 Live Fans 嘅主题餐厅，呢度当然系有好多打卡位。你甚至可以同 Brian、Choco 佢哋一齐食饭添。但要提提大家，呢只坐喺吧台度睇住飞机升降嘅 Brian。是不可以由正面的角度来拍的。话说我们拍完回埋位之后， staff 才提示我们不可以这样做，大家就千祈不要学似我们这样啦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买一些 Live Fans 的精品，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没什么兴趣在机场到买这些东西带来香港，所以我就不特别介绍了。跟住落嚟就讲讲啲嘢食，提提大家呢间餐厅系由朝头早嘅7点开到凌晨1点，朝早11点前系早餐 menu， 11点后就系午餐 menu。睇翻 OpenRice 上面嘅资料，两份 menu 入面嘅嘢都几大分别下。由于我哋嗰日系朝早去嘅，所以就只可以帮大家试试早餐啦。早餐 menu 就只系得两个套餐，其余嘢食都系需要省下嘅。两个餐都系配一杯28蚊嘅嘢饮。我哋嗰日就嗌咗咁多样嘢食之中最特别嘅 A 餐热香饼配沙律。间块热香饼同深圳嘅 Live Fans Cafe 一样，都系 Brand 同埋 Conny 嘅造型。除咗沙律之外，仲有一兜 cream 同埋一兜糖浆用嚟配个热香饼。虽然喺深圳食到嘅嗰一块系死实实，服到阿妈都唔认得。不过呢度嘅居然系几松软下，带有少少蛋香味。虽实未至于话好好食，但系真心绝对唔服。作为一间打卡餐厅，能够做到唔服，其实已经非常之难得啦。另外呢度仲有配多一条焦糖香蕉，而面头啲焦糖系做到脆嘅。嘢饮我哋就拣咗港式奶茶，呢杯嘢饮落 OK 话，奶味几冲下，茶味有少少，亦都有少少回甘。不过杯嘢本身系已经落咗糖，而且系颇甜下，阿英就话甜到饮落有啲辛苦啦。
另外落单和上错嗰时 ，D staff 都冇同我哋讲过。杯嘢系已经落咗糖嘅。如果有啲人习惯杯嘢拎到嚟之后就立即落糖嘅话，就肯定会甜死。呢一点似乎就唔系几够细心啦。其余嘢食其实都系同 Life Friends 冇乜关系，都系一啲茶餐厅类型嘅嘢食，只系用一张画满晒 Life Friends 公仔嘅纸嚟粘住嘅啫。由于我哋见到 B 餐芝士多士配沙律跟嘢饮要成$93，反而省嗌芝士多士同埋嘢饮都只系$63，所以我哋决定省嗌就算数。点知上咗菜之后，我哋先知道，原来唔同餐入面嘅系有成4嚿咁多，省嗌芝士多士系得2嚿嘅啫。快芝士多士嘅做法其实就有啲似西多士。在麵包中间夹住大量的芝士，再拎去炸，然后再点炼奶嚟食。可惜的是，啲芝士味道比较淡，唔够流，亦都冇拉丝。好在外面炸到都算脆，而啲麵包亦都算松软。都是嗰一句啦，未至于话好好食，但系真心绝对唔服。另外嘢饮我哋就嗌咗杯拿铁，由于咖啡呢一样嘢我就唔系太识饮，所以就唔长讲啦。而虽然头先嗰杯奶茶系已经落咗糖嘅，但系呢杯拿铁有冇系要自己落喎。服务方面，由于我哋想同所有公仔打卡，所以就有同经理单声。如果有公仔的台啲客走咗之后，麻烦帮手通知声。结果个台客走咗之后，经理亦都有立即走过嚟同我哋讲呢一点做得唔错。价钱方面，由于呢一度系要收加一服务费，因此我哋呢一餐系食咗191.4。作为一间打卡餐厅，仲要系开喺机场禁区。这个普遍嘢食都是买得比较贵的地方，加上啲嘢食又算过得去，咁嘅价钱平心而论是不算贵的。再提提大家，呢间餐厅是在中长客运廊度，由于大部分航班的登机闸口都不会是在呢一边，如果想嚟呢一度打卡的话，最好提早多少少时间嚟机场啦。咁我同阿英究竟因乜事搭飞机离开香港呢？有留意开我哋 IG 嘅朋友仔应该都会知道，我哋其实又再被邀请参加一个媒体考察团，而今次嘅目的地就系熊猫嘅栖息地四川。想知我哋呢一个旅程度有咩好玩好食嘅嘢，就要密切留意我哋之后出嘅片啦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先，听日我哋再见啦，拜拜。